华硕夺18座2018德国 IF 设计大奖，旗下电竞品牌 ROG 就占7座，图为 ROG Zephyrus 西风之神电竞笔电，华硕提供。记者陈耀宗综合报道。2018德国 IF 产品设计大奖得奖名单日前出炉，国际硬体大厂华硕在全数6400件参赛作品中获得18项产品设计大奖，连年刷新得奖记录。而在电竞产品方面，旗下电竞品牌 ROG 玩家共和国在电竞硬体 VR 分类中勇夺7座产品设计奖座。华硕一共在电信硬体、VR 类、电脑类、通讯类等三大类别获得德国 IF 产品设计大奖肯定，其中 ROG 的7项得奖作品包括 G703 电竞笔电、Zephyrus 西风之神电竞笔电、Strix Sky Hero 电竞笔电、Poseidon GeForce GTX 1080T 电竞显示卡、Strix GeForce GTX 1080T 电竞显示卡、Strix Fusion 系列电竞耳麦与 Ranger 2英孚电竞背包。德国 IF 产品设计大奖历史悠久，早自1953年起每年都会于在德国汉诺威举办 IF 设计奖，由来自世界各国共计63位专业人士担任独立评审，经过严苛及深入的讨论及辩论，从各项参赛产品中选出得奖者，希望借此表扬及凸显优良的产品设计。华硕在官方新闻稿指出，对于企业或设计公司而言，获得 IF 设计奖即象征其产品或服务在设计、创新程度、功能性与人体工学等诸多面向上均有极为出色的优异表现，更是卓越品质的最佳保证。